哎，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Sigma 1835 Art Lens 这个镜头呢，算是很便宜的那一种了，在那个适马家族里面，应该算是大概五六百块就能买到一个这样子不错的镜头，而且大家俗称说的是健身器材嘛，对不对？当初我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有80D，但是后来就换到了索尼 A73，然后呢就搞了个 MC11 的那个 adapter，就是这个转接环，我们转到这边来看一下，对焦上面还是很不错的，效果还是非常好的。而且呢，你用了 MC11 以后，你可以用大部分佳能的那些红圈头，当然我也没有闲钱去买那个，因为我觉得佳能的红圈头，我有时候可能是用不上，但是有时候去街上的话，或者我的朋友啊什么之类，他会用这个红圈头接在索尼上面，大家现在也都是这么在做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我选择1835呢？第一，它可能是比较好用吧，我就觉得1835又买了以后呢，用 80D 也可以，用 A73 也可以，所以说我就用了它了。但很多可能大家又会吐槽了，比如一些高手会觉得可能会吐槽，可能会说：“哎，你干嘛要把这个长幅的镜头？你看为什么要把长幅的镜头接在全幅上面呢？”但有的人可能他是比较细致的嘛，做事情比较细致。但有的人就像我这样子，可能稀里哈啦，有时候会接个50的小团鱼，有时候可能接个那个美年达，再套一个头上去都有可能。那这个东西很难说啊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你可能喜欢穿牛仔裤上街，我可能就喜欢穿个小裤衩上街，这你没办法管的，对不对？这也还是要吐槽一下。当然了，如果说是你接这个以后呢，损失还是有损失的，但是也没有多大损失，我觉得。我们来把它开机一下，来。现在你们看到是就是正常的状态，你看，对焦啊什么之类都 OK 的，我们对到那个阿奇杯杯上面去，来点住这个，它就可以，它就可以，它还是不错的。你看，我们来，它本来是说有升级，可以升级那个什么，狗头对焦、狗眼对焦是不是？我还没有升级，下好了在电脑里面，你看。还是不错的，你看，这对焦啊什么之类还是非常快的。我把那个光圈调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如果说你开到1.8的话，在室内1.8还是非常快的，你看，明显就感觉快了。然后对到这边，看低，每一次低它动作就非常快。完全是可以用的，这个对焦100%能用。而且呢，它这个索尼的话，它有个模式，就是你可以全幅转到那个长幅用，但是有个缺点就是，你转到长幅以后呢，你的画质好像只有剩下10万了，我记得应该是。你看，点住，我就设置成一个快捷键，这样子就变成长幅了。长幅这个有个缺点就是在18和20的端口，你是会看到有黑边的。但是也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中间的画质会变得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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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好，你看就变得非常的好。但是有个缺点就是，你可能上传照片的时候，你可能要剪辑一下了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稍微的剪辑一下，然后呢，你转到20的端口，的时候呢，它还是在的，这个黑框还是在的，你看。那你要转到24，稍微过一点，哇，不要冲，你还是要转24、28，你看，还是有黑边。你到35的话，你就没了。但是35端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可以当做是35 1.8来用了。当然我是这么觉得，你可以把它当成35 1.8。但有的人又要吐槽了，这个边可能就有暗角的，很黑啊什么之类乱七八糟的，你看。对，还是很快的啦。其实，你不要去建议这个，有什么缺点啊什么之类的。既然像我一样，我既然选择这个镜头哟，我就知道我当初选择它，我会遇到什么问题。然后还有就是在视频的时候吧，它的那个自动对焦还是
还是很快的。你看，你会听到它那个什么对焦的声音，听到没有？你看，还是蛮快的，其实。它会在试图去那个什么对焦，但有时候太近的话它就不行了。还是很快的，非常非常快。其实不是说，但如果你有实体店的话，你可以去实体店里面看一下这个优点。当然，如果说你身边同学或者朋友有这个1835，你有转接环的话，你也可以试一下。还有一个就是缺点，我可能之前也做过这个视频，缺点就是。很重，好像我量了一下，应该是5磅，快要6磅了。就是戴在身上，不管是背在脖子上，还是拿在手上，或者说是放在书包里。说实话，这样子背出去真的很重。大家都说健身器材，这是真的。然后呢，你背着这么大一台相机，大家回头率还是非常高的。说实话。尤其是加上遮光罩以后，是非常给力的那种。它现在是作为我的一个经常一个挂机头在用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中它的1.8，在黑暗的条件下，能力是非常惊艳的。因为有的时候我是拍那种晚上的那种照片，就很黑的，可能是室内光只有那么一点点98呀什么之类的那种照片。所以说就给我非常好用，当然它是没有那个什么防抖的，如果有防抖的话，其实会好很多。可是你上个脚架就 OK 了，就还是可以接受。然后你在这上面可以加个补光的，就 OK 了。那我也不推荐你去买这个1835，放在那个 A7 上面，A73 上面，因为如果你有钱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更好的镜头，对不对？但我是比较喜欢。这样子，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装在上面的，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玩，因为你不要去，这我觉得你就不要去跟风嘛。哎，我也用那个什么蔡司，那我也要用蔡司，但反而人家用的时候他觉得他好，但是你用的时候你不好，你就强迫你自己觉得说是啊，我用蔡司我也觉得很好，那你可以用那个什么稍微其他的头，你自己去。看一下你自己喜欢哪个头，你就自己装上去用，不要说去建议别人什么样子。真的，很多时候你自己的创造能力会比你跟别人的那种创造能力，会很惊讶到自己的，就不要老是去跟风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就是我。当然，如果说下一次我要买什么头，我可能还是会选择。适马的501.4，或者是那个八山羊的851.4，我还是朝着那种光圈比较，1.4、1.8这样子的镜头去买，因为大部分时间呢，就是经常是用在黑天的环境下，对，还有，对了，这个是人眼对焦是可以用的，是。100%没有问题的，还有如果升级以后狗眼对焦也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比较懒，也没有去搞它，暂时没有时间去弄它，所以说我能用我就用，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对了，如果你上云台的话，其实云台你需要有办法驾驭7磅的那种云台，就是有办法重载的那种云台。会比较好用一点。如果说是勉强的把它放上去，云台可能会坏，因为实在太重了。适马的头，你买云台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非常非常的重，以后还要加其他东西的话，那就更重了。所以说这一点你要一定小心一点。总结下来的话，还是不错的啦，我觉得不错。当然，可能在你的眼里，你花了10分钟看就觉得是吐槽，什么之类的。但是我不管你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试一下，你到你朋友啊、你同学那里去借一下这个头，自己试一下。总结来说，这个头的话是非常非常良心的，而且加上这个索尼的这个机身的话，如果它不好的话，我也会说出来；如果说它好的话，我也会说出来。但是我觉得我用了这么久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真的非常非常不错。然后呢？
哎，就这个样子啊，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，可能就是一个屌丝配置吧，我觉得。OK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也不说什么了，尽管来喷吧。OK。